编排很有特点，有两个高潮，所以很有看头，那个得到了裁判员的青睐。嗯 ，Hampton 这是来自德国的一位选手，还不到17岁，他是欧洲青年锦标赛双杠的这个双料冠军，就两次拿到冠军。是。那么看看他参加成人比赛怎么样？嗯。他正好跳转180。好的。好，这是三个飞行动作，他是两个特卡，一个是金格尔。好，做得很好，但是一个冰腿的阵套转540度，哦，他的很有亮相的意识，嗯，动作过程中间还进行亮相，漂亮，基本上漂亮了，想往前退一步，对，漂亮，嗯，他很开心啊，其实是跟这些顶级的高手，而且年龄都比他大至少10岁左右，平均年龄大1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阵容，他能够有这么稳定的状态是很不容易的，这是后生可畏，显示了他的实力。嗯，他确实很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，他因为年纪很小嘛，嗯，他是一个三飞行的动作，三飞行呢，他动作直接连接会得到加分，就是难度值就升上去了。这是一个直体特卡，接分腿特卡，然后接金格尔。金格尔这个人呢也是德国运动员，嗯，是非常有名的，早期非常有名的运动员。刚才讲到金格尔，他经常的作为国际的裁判员，而且是单杠的裁判员。哇，9.7分，真的是得分很高，我觉得。看起来今天的这个